一下那个时间。这边20小时都有船啊。哦，20小时啊。再过几天那个长龙的那艘会过来啊。400多过来。礼拜几？礼拜几不确定的，他要看那个船期表。下礼拜几？我等一下再办一看啊。港口水深多少？17了。最后吃水的时候，他还可以再吃个3米多。他吃到水板是14.7。17不算深的吗？17。17算深的。算深了。但是他不能吃到17，不然会卡住。下面的话，这个长度的话多少？那个高度啊？对，下面就是水面以下，大概3层楼高。3层楼高。好。这个货柜船里面是它最大台的吗？没有，还有更大的。